杨子呢？杨哥，你在哪儿？谢谢。李教官好，你好，我能坐吗？可以坐，请坐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你对这次的口试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好，那我开始问你问题了。好。第一个，咱们先热个身，问一个简单的：喜洛航线的高度标准高度是多少？喜洛航线的标准高度是300米。哇！好，很好。如果说想取得私调，我就需要有哪些资质？首先，第一个条件要年满17周岁，然后文化程度有要求，要初中或者初中以上文化要求。再有一个，第三点要获得2级或者1级的这种体检的合格证。在飞机上，哪些仪表是使用全静压系统的？空速表和高度速度表。对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下一个，有。我跟你说，看那个没用。看那个没用，真的。那影响飞机起飞着陆的性能的都有哪些因素？一是地面风，二呢就是空气密度。飞机的安全高度是多少？600米。动了动吧，可以开车。行政海压1008。听说好吧，1008，应答机5224，准备好了可以开车，动了动吧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雷暴的三个阶段都是哪三个阶段？三个阶段是吧？对，应该叫初级，应该叫最后是消散，然后第一个叫什么来着？第一个叫形成阶段，第二个叫第三个是消散阶段，对。成熟阶段。好，很好。第二个问题，杨子老师，轮到你了。我想等会儿，我想想。好。好，很好。今天的口试部分到此结束。恭喜你们通过了口试，你们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还行，我圆圆啊，我试着圆圆，我试着圆圆，好，天气原因，谢谢呀。我觉得大家在。将近一两个月以来啊，大家能够过一段时间就能够朝夕相处，我觉得让我仿佛回到了学校甚至军营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无论咱们节目组的导演还是我们飞行的学员们，其实我们都成了最好的
感情最真挚的兄弟姐妹。但是呢，档期就真的是冲突了，真的是冲突了。现在呢，我想通过我们的凯凯，跟节目组、跟咱们栏目组呢提起一个申请，我准备放弃到最后的终极考核。